嘴巴闭起来，不然脸很重要。你先摇看看，对，因为这一副好就是尾戏。会这样？为什么会找他合作？因为我们觉得二小姐又比较动感一点。动感。因为我们这次的歌曲，其实歌名就叫《来个蹦蹦》，是先有这个歌的歌名，对，然后才去找了一个合作人。之前有跟罗志祥，然后这次跟 Ella， 跟这两位巨星合作，不同的感觉就哪里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们这次有舞蹈，然后我们舞跳得很烂，然后 Ella 姐就超有耐心陪我们一起跳，而且她都会在跳舞的时候就喊口令，下一个动作什么，她就会提示到我。所以这次的舞蹈。相较于之前你们创作的舞蹈，这个是比较难的，难度很高，难大概100倍吧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准备来跳这个舞，在跳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暖身，甩手，可以，好，换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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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一个蹦蹦的舞蹈教学就要交给三位了，因为广大的粉丝想要知道到底要怎么跳，我们就先教你。对，所以我是有机会学会的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看天分，看天气，看天气。因为我们第一段比较简单，好，因为这个叫做那个地铁舞，地铁舞啊，你手这边就是你在拉你的那个拉环，然后你哎对，底盘要扎马步，底盘放低 ，OK， 然后我们音乐这样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，跳这样，对哦，一二好三，对对，就像这样而已，可是可以吗？不能，不用那么猥亵，然后动这边，哎不用猥亵，嘴巴闭起来，不然脸很重要，你先摇看看，对，因为这一副好就是猥亵。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嚣张了吗？脚垫摇肩，就是你是把你自己这样，哦，是这样子，你是把你自己用出去，其实是脚，不是这里，对，是脚啊，会错意啊，用错地，太脏了，太脏了，五六七八，动，第一个八就是我在模仿，这样码完毕之后再张开手，四个八之后打开要放下来。然后上半场的手指可以轻点动一下，魔力手指应该会这个，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？拿月饼，拿月饼啊，赏月的月饼，自入好赞。好，再重来，再次，五六七八，你那个崩，别乱崩啊，已经崩完了啦，哦，已经崩完了，崩完了，崩那个崩崩崩那个崩，动。哦，可以，你演唱会可以跟你们一起跳。完毕之后呢，这样，这个人来，然后拉过来，然后再拉过来，三、四、五、二、七、八，然后再往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就没了。哦，很简单吗？可以，这边叫飙血。哦，哎呦，他比我快。右左右左点，右左点。哦，好，有天分呢。啊，他真是希望呢，透过来个蹦蹦。让大家在工作岗位上面，除了努力工作之外，也能够透过蹦蹦来这个舒压、轻松一下，好不好？总之，大家要听这首歌曲。然后，谢谢九一，谢谢。几个人？好，还要自己一个人跳？我们想验收啊，验收一下看。我们要看这个舞蹈到底简不简单？尴尬不？很尴尬。来来，表情表情。嘴巴闭起来，嘴巴闭起来。对，眉毛眉毛。对，秀下残破不堪的衣服。来，来啊！哇、oh。